按呐、啊！阿妈活着会跟你讲。没啦，阿弥陀佛啦，买啦。然后今天要玩这游戏之前啊，玩屠杀之前，我们给大头准备了一个特别游戏，因为我们玩这游戏有没有是比较严肃的游戏，还是不很搞笑的，所以你听到说你不搞笑，我们想这游戏玩。我明天还会搞笑。没有啊，你这不搞笑，你这太严肃了。OK 啊，这给你玩一下啦。我看起来哦，不得了啊。可以的 ，OK， 可以的。这给你准备的，你要让我先玩。人家送你生日礼物，说啊，给你啦。我有生日。不行啦，我没有生日。比喻，这是比喻。是要走动的吗？不好吧。总之你 new game 就知道了嘛。啊，这滑鼠啊，滑鼠不习惯，下一次了，下次了。答案都在游戏。不好吧、欸？直接开始玩十分钟而已。对，我们都在。对，来吧，快都给你了。快按。对。Hello。解释翻一下。哦，反正他是那个。哦，我知道。他说我知道很晚，但是我有一个忙，想要请你帮忙。不用，我不想帮你啊。反正你我还没看完吗？你要帮我来结束这件事情吗？不要啊。我觉得睡不着啦。没关系啊，这之后我在后置把它换成中文，你知道吗 ？OK， 好了。我现在没办法，现在是自己。你就当做你都看得懂啊、哦？我看得懂啊。对啊。英文。反正就是要你去加班，晚上要你去加班。太棒！我们明天见。反正你先来吧，我们明天见。对，他说刚好有事情要你来帮忙加班一下。对。然后这个加班就是去停尸间帮忙一下。不好吧？停尸间还好，很严肃，严肃一点好不好？又不会有利卡突然冲出来刚你。不好吧？啊、哦，我知道这游戏啦！快点起来哈！快点啊！完了，好。哎呦，可以了啦！喂、哦欸，手汗呢、欸？手汗淋漓。你先那个，先穿衣服，穿那个护士袍、哦、白丝袍，不，那个实验袍。对，然后还有那个手套。按什么键呢、啊？哦呦，门旁边那个架子上，看一下有没有手套，不是这边。右边。不要手套了。左转。对。看。哦，这手套，对，这手套。按，戴起来。不要。好，这样玩 OK 了吧？看一下空白键。有光的地方看。我记得要拿什么手术刀还是什么的吧？反正就在旁边，这桌上的东西全部都拿一遍了。我记得要拿手术刀。啊！哎呦，阿嬷，冲啊啦！不会啦！啊，怎么一个一个走掉啦？你们这……我手机啊，我把那个啊，那个洗的都……哎，等一下，把笔记本拿起来。阿嬷旁边。阿嬷旁边那个，哎，看一下手术台哦。哎，对。那、啊、等一下，我把门关起来一下。你刚不是关了吗？被打。不知道。哎、欸。哦。要拿一个放一个，拿一个放一个，再去拿再拿。好了，换下一个人拿了吧。没有啦。可以吧？快拿。买啦。欸、你空白键再压一下，空白键压一下。关门。哎、欸。门啊！回去啦。回去啊！快点啦！什么不要？快点啦！没事、啊，自己写的，你在干嘛？三小啦！这什么意思？哦，就是对待你的喉咙啊！再把它倒了。这瓶是什么？不知道哎、欸，这不是你的专业吗？没有在研究这种东西啦。没有，不是差不多做一样。哎、欸、啊！什么？没有啦，没东西啊。闪了一下，哎，没有啦。有吧，有的吧。你要戴眼镜看清楚一点。不要！刚才只有车经过而已，没有车子啊。什么机车？对，酒精啊，酒精没错。到哪里？到这里啊。对。看看。放心啦，他打的只是像硬核田一样起来。不要啦，九月城。哎，等下我。哦，这个都是专有名词，真的看不懂。我不敢戴眼镜，不然其实我可能看。切入，哎呦，要切大喉咙了，要切一个开口。等一下哦，那个打岔的地方，对。来就要来了，按呐、啊，你都喷血了，按呐、啊。阿妈活着会跟你讲。The shield is in it. 在笑，没啦，阿弥陀佛啦，买啦。啊？什么？我没办法开，快结束！
不要啦！阿妈没对怎样，阿妈只走掉而已啊。对啊，他可能突然家里想起家里人。你家又不要？你干嘛？我说你看你车又不要。好了啦，可以吧？这游戏快结束，搞差不多了。对，快结束了。赶快把它结束，等一下大家装潢了啦，好不好？我阿妈你中傻啦！去讲啊，是吧？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快动啊，快动！跑啊，快跑啊，快跑啊！不能动啊，不能动啊！